各位空中好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克中，张医师，也是欢迎咱今日在台湾的心情，跟咱空中见面。张医师今日台湾心情要跟咱来回顾这一礼拜来咱所拄着、所看到、所听到，应该爱知的台湾事、台湾情。咱看到选举到啊，吼、哦，选举到啊，大家都会拼命提出好的啊，这个案件方案啊，来增加因这个党伊的啊，这个。让人认同，啊，毋则投票，毋则投落。哦，但是，这都要注意哦。提出来这个案件，若是不可行的，而且对咱有害，你想大家敢投会落？所以即摆先拼先，会拼死到一天吼。咱嘛看到真侪人一直现行出来啊。迄、那个现行就是讲，你做了好的，大家甲你同意；做了无好，大家甲你配嘴烂。哦，譬如讲，即摆有公道案对无？公道案拢总。啊，有十个案，哦，啊，十个案内底，咱明明支持这个冬奥证明，东京奥运，咱来用台湾名去，对无？啊，这是公投，要让鸟笼公投变作一个较大的笼啊，吼、哦，啊，卖甲咱约束，啊，让咱死邦邦无法度来做台湾独立建国正面的运动嘞。所以这是一个真要紧的试金石啊，哦，啊，但是即马说。有人在咧挑拢哦，你若去创这吼、個，创到尾啊吼，你才奥运无都参加，袂晓袂是啊。咱这个案通过是人民团体、人民家己要通过案，毋是国甲国中间吼在咧拼管，所以奥委会无权利甲咱否认。啊，佮用台湾的名字入去，已经执政三届、蒋介石的时代，就使用台湾的名字入去，而且即届都袂使哦，所以拢免听伊啦。所以会记的第十三案一定要过，啊，为着十三案要好过吼，吼、哦、啊，足侪案吼，咱就甲人发动讲啊，卖提啦，啥敢提迄张十三案就好，哎、啊，煞变作大家对咱煞有仇视哩啦。所以最大公约数，等于说想一个办法，就是讲所有的公投票拢甲领，领开了吼，咱拢鼓励遐个唔捌字的，还是讲吼打枪卖菜，遐个实在是。思考袂到，讲我足复杂，我拢袂晓，袂晓。你甲讲，拢甲投通过，拢甲投同意，哦，安尼即个，哦，不管几张，拢总甲投同意，安尼咱即十三案都包括伫内底啊。哦，十三案包括伫内底，才有可能唯一有机会，和即个公投超过495万的门槛，无袂过哦。哦，所以大家要想好，咱必要之恶，咱嘛。与人和好，因为每一个提出来案的迄个人拢有心啦，有伊的意志啦，所以咱伫遮吼，小看较忍耐，帮助因嘛，帮助咱家己。当然，即内底吼，啊，有迄个第十六案，最后迄个讲叫做以核养绿，以核养绿就是讲啊，咱卖废核啦，国家吼核四可以挖起来啦吼，啊，来去吼。伫个有核电、氢气电的下面的时吼，咱再慢慢啊创迄款绿能的啦，哦，无污染的遐个岸啦吼，遐个设施啊，即利益良好。但是你爱知呢，你若要用以核养绿，你爱双北哦，对台北啊、新北啊、甲高屏，拢总爱设20座的迄款核机组，20座核子。发电的迄款机啊组，迄内底未使一个出问题呢。一个若出问题，你就像311日本的迄个说核爆，哦，因出那面海啸，互因海水冲来，甲因的迄发电啊降低温度的迄个机械冲下去，一直关烧到尾啊，核熔融反应，哦，咱的核会去连锁反应，互伊怎烧袂煞，怎样引起核爆事件。迄影响就是足大个啦！哦，恁台湾，你会堪要爱出代志吗？20座呢，所以唔好啦。啊，这毋是咱讲个，这是咱啊560个台湾的学者哦。这些学者包括啥？包括中央研究院的院士林明章吼、哦，包括中央研究院的院士林长寿，中央大学环境工程系的教授庄秉杰，台地质系的教授。陈文山等，哦，这560个教授学者，因未使凊彩乱讲话，因拢有学术的基础，拢有一定的论文
来支持这个科学的说法。所以你也知影，这个教授伊敢安尼讲吼，就是伊知影讲这有危机啦，这有危险。哦，所以请咱空中好朋友，大家听张医师讲，咱来个支持。哦，绝对和这个教授的讲法来反对以核养绿这样代志。啊，当然啦，你也会晓，像我你，大家拢甲迄第六、十六案拍扯啊，咱无同意。但是为国国都顶啊，张叔再三甲大家讲，啊，为着要与人和好啦，你该收的，不管什么同性恋的啦，吼，要搁加法律的啦，拢好过啦，啊，不一定真正过呢，因为啥啦，有反对的人，像咱都会甲拍扯啊，对。所以只要大部分的人拢。我袂等拢个等讲同意同意同意，啊！咱迄十三案，吼、哦，以用许做十三案来通过这个，哦，东京奥运用台湾名字，这个才有可能过啦。无吼、哦，我咧讲无这个案的过呢，真正到尾也无这个案的过哦。所以拜托用这做宣传吼，因为无过几工啊，请大家吼、哦、听张医师口劝，拢总个等同意，安尼先规盘。哦，内底除了咱故意甲灯拍斜啊以外，咱都赢呢吼。好，啊，即摆选举来，咱就先看出造妖镜都造出来啊。哦，像我新北市选举的是侯友宜，伊到底有诚实报伊的税无？那有啥那台偷偷啊去交百几万？哦，伊许做中间吼、哦、啊，有赚足侪钱租厝啦吼，啊个啊伊。啊，继承的内底阁买麒麟地啦吼，诶，这物件拢总变作乌字嘛，造谣证照来拢清楚嘛，所以好容易爱去补税，啊，这补税你若不爱补，啊，就是违法啦。啊，这若补最少是安怎？我说已经违法，但是阁可以补救，安尼表示安怎？一开始就无讲清楚嘛，无老实嘛，这就是苏贞昌要甲算啦，讲你若是无欠税，那就爱补吼。啊，我讲这個意思就是讲，竞争到这個最后一礼拜是大家拢会紧张，紧张咧到底好、哦，你找我的空棒，我嘛找你的空棒。一只，咱知影讲选举伟大的所在，因选举就是民主制度，有这个民主制度，咱才发多，直接来检验候选人。无这候选人，起码好，你敢唔知？你唔知嘛？但是因为有照妖镜，哦，每一个人伊会公布出来财产。摊在阳光下，啊，你就知影哦，这个人有老实无？若无老实的是，我别人会使无老实咯。但是警政署的前署长侯友宜，伊袂使无老实。哦，做甲警察大学的校长嘛袂使无老实。结果看起来敢那人格上有问题。哦，那安尼先，伊会减真侪票啊。而且少年人吼，拢爱迄款，哦，人爱嘛政治人物爱清气的对无？啊，你有法度清气无？你要受人检验嘛吼，当然啦，伊是做幕僚较好啦，伊若要做一个主管，检查有问题，吼，包括以前伊带队弄对郑南榕的三楼的头前，伫二楼的时吼，害郑南榕不得不点迄个索林汽油来自焚，吼，遐是好友伊带队去冲，伊是执行公务员收的命令，所以迄命令有错误。伊嘛应该要有智慧，卖用这款方法嘛，是不是？你爱退一步用化诶，新战游说，闹者讲拢用硬冲硬诶去甲奶弄，逼甲伊只好点火来死。啊，即马诶已经到民主诶时代，像是戒严诶年代呢，伊不得不安尼做对哦。但是即马已经民主诶时代，你敢问讲，搁一届时，你是不是有完要安尼做？嗯，好有伊讲是，搁。有一届，伊嘛是要安尼做，哇！所以人头头都已经无民主的思考，无求进步啦。所以这款代志发生伫咱这届选举内底，你看，哦，这款啊，比如说韩国瑜啊，吼，伫个高雄的竞选，甲陈其迈两个咧拼。你看韩国瑜对陈勇迄款，因迄款红军呐、啊、红三军迄种的气势吼，啊，挑工串联，啊，都乱。啊，当然伊乱，伊无甲你讲伊要乱呢。哦，伊敢若甲一挂人啊，坐游览车来，啊，都明明毋是伫冈山遐个人啊。伫冈山遐个人讲话拢嘛用台湾话，80%拢是台湾话呢。啊，结果因头到尾拢用
啊，迄款普通话，咱讲所谓北京话啦吼，叫做普通话，迄就是拢从伫别位来的嘛，拢是贯穿遐，拢是军的啦，广告人员吼、哦，好康的遐人，安、尼啊十八趴英英来遐乱就对，哦、啊因造成的气势，哎、小可有敢若看起来有势对哇，有势，啊不过你遐内容若是无好，一定乌合之众有啥路用？这阵人唱歌，唱歌人的捷运顶头，电联车捷运顶头还是爱安静呢。人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跟你同款的政治看法，啊，你若使影响到别人，啊，大讲安尼乱在咧唱歌啊，这使公开实是足无品啦吼。但是无是变怎，咱嘛是无奈啦。哦，咱无奈中间，咱忍受。哦，咱知影讲啊，这阵人都是安尼，自古早都是安尼。所以够现行啊，红衫军够现行啊吼。所以你看，啊、韩国瑜这阵人，因所做的代志，愈互你看破卡手。本来因就是用伫高高在上的，哦，中国人的迄款心态，哦，啊，这款心态去互执政党，伊改革的年代，安尼凊彩来甲咱算，算甲咱即摆嘛无奈啦，咱嘛是无奈啦吼，无奈是无奈，但是咱有啥？咱有民主的选票。来甲伊彻底摆脱，国民党顶次选举就输啊，对无？即届要趁即款乱啊，少年人有一寡吼倒弹的气氛，对最近小英所做诶不满，啊，因特别利用这机会，哦，来甲吵，来甲乱。啊，来甲乱诶时，你若乱着，咱真正国本，咱当然无同意咯，咱也要乱计。蔡英文虽然做了无足水亏。但是国安怎讲？这个位置嘛，不是因会使做的，嘛不是因有受到选民的托付的。蔡英文做无好，是咱家己支持民进党的，咱支持台湾的人会使来甲批评。恁中国人无这款，恁无迄权利呢？因为恁这是乱创作的嘛，恁干那要向痛尔嘛，恁干那要杀要杀尔嘛，恁无真正为着台湾。来去疼惜这个土地嘛，啊好，啊这代志咱即马讲无效，只有靠11月20日用选票来可以见真章，一翻两瞪眼，哦，所以投票一定要出来，哎，鼓舞更加侪人出来，本来无想要投的想法，即个啊无差我一票的，已经单局你算高雄44万票加出来呢，凊彩一半嘛22万票，哦，咱唔好安尼想，因为。一群人，因要出来甲咱拼管的是，咱嘛袂使哩手软，因为今仔日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因还阁无这個民主的选举，哦，所以因有千几条飞弹，阁对台湾表示啥？表示这都是垃圾中国嘛，哦，你若是一个有法度，互恁家己国内民主，有法度投票，有法度选出，哦，用人民来选出来的。啊，代议事啊，是总理啦、省长啦、什么长，咱都服伊啊啦。伊毋是嘛？伊敢若即款乱创作的，阁是即款叫做讲开叫阿爸吼，拢要共吞大，用伊民族主义来甲你下，咱无咧休哦。哦，咱无咧休。所以讲作选举，即个妖魔鬼怪就会走出来，啊，遐奇怪的案件嘛会走出来，像讲台中啦，林佳龙甲卢秀燕。哎、欸，卢秀燕都无啥通好怕，伊即摆花博，人林佳龙的气势好假呢？迄是坐甲吼，坐甲那我所知，你开出来你就知道，超过120万票，超过哦林佳龙哦。但是咧，卢秀燕就甲你一直甲伊加些空污啦，哦空气污染安怎都甲你乱。啊，明明以前吴志强做市长的时，伊的火力迄五支烟筒。拢开呢，总开来发电，台中用，搁爱送去北部洪用，污染留伫咱遮。啊，人林佳龙做市长了，一年20%降，一年减20%，五年了，2025年，大概甲遐都爱拢总，可以毋免用即款吼火力发电的迄款生煤、燃煤毋免啦，咱用迄天然气、氢气的迄款原料。啊，即个物件拢已经讲出来嘛，真正咧执行啊咧。在全国的评比里面，我们降低空气污染是排头名的，最坏要有第二名啦，普通都是6度里面第一名。啊，这款的，啊，他要怎么乱，啊，就真的在乱，哪有办法，
乱就乱，无要紧。哦，你唔好就是讲台中人才好，互你骗，知安怎乱啊？咱嘛是心内了知，哦，咱故意爱用这个来甲教训，互你国民党此后拢袂使用这款骗术，啥物事骗术，逐项拢用假。我说内容农场，拢叫迄款叫做五毛党，哦，五毛党真侪空中好朋友也毋知影，都是因中国迄网军呐，起这网军，伊发一条新闻，发一条假的，即款叫做啊网络的吼，都叫做得到人民币五毛，哦，啊，这人诶，足想上班的呢，早九晚五，九点哦，规定就出来放消息，啊，五点下班，诶，规定才无去，迄甲咱普通的 PTT 迄款。正常的迄款网络讨论吼，小可无共款。啊，这你是变喏，人都要安尼，无你是变喏，啊，真正咱无奈啦吼。但是无奈中间，免惊，咱都甲伊坚持，直接安尼移落去。吼、哦，所以空调好朋友，咱免惊，靠选票来甲遮个过去，遮个好笑的啦、抹黑的啦，拢总甲伊淘汰。啊，这淘汰权利伫你的手呢，这都民主。民主社会，民主的国家才有。你若无民主的吼，拢做顶头指示，像中国，你若台商伫遐就受到因的指示，甲你免费的机票，还是甲你三折迄款的吼，啊，佫甲你监督，哦，啊，看你即阵转去恁这乡镇内底有几十趴，真正有照阮中国的意思哦，即款垃圾波，敢用，啊，佫敢叫因国台办出来否认。啊，愈好认，咱愈知影愈死啊！这吼，实是戆到袂了上。咱嘛免阁讲真济啦吼，咱只是讲单机麦，你即届一定爱坚持哦。你毋免甲即款号做乱创作的去着惊，因为无啥物通着惊嘛。南部台湾人诶，即款三年一小犯，五年一大犯，都、就是对任何不公不义的拢会甲犯。哎、欸，这款假消息要来骗台湾，要来欺负台湾的。哎、欸，上水就是有一个，叫做黄安。黄安最近回来，哦，回来跟因啊倒左算，啊，结果伊反，连到反，啥啊？伊来亲像欺负周子瑜的代志，就啊，伫迄届帮助咱列个这边来提官票，因为大家看袂做嘛，对吧？迄就是台湾人的反，台湾人会倒端的心，今仔日拢同款。今天黄安，伊讲什么？比如说，像，韩国瑜啦，伊呐，算得到伊头毛要剪掉了。靠，你要剪掉领导的代志，你剪头毛，甲阮台湾地带，你上好甲你的剑包下剪掉。大概呐，心肌梗塞都变登来台湾，啊，都要用咱的健保，啊，这电信组已经甲告啊，告都发不过去啊。用高雄市政府发文，发现伊诶，迄个做住址吼，伊迄个做户口寄伫迄个做新店，即拢已经进行中啊啦。咩啊？告啥？告伊呐去中国遐摕到中国籍、中国籍啊吼，伊摕到中国诶迄款身份证，伊就爱放弃台湾啦。所以根本都爱征调啊，迄真正先甲征调，毋是对迄支甲征调啦，但是至少先甲伊即根本征调，后来。伊个头毛要剪毛剪，因兜代志，哦，这咱不管。但是中国国民党个中常委，吼、哦、跳起来安尼，甲黄安骂甲无一点好。为啥呐？黄安替咱个邮票，哦，等到甲因这中国党本来有一挂小可有希望个票，搁去用倒弹甲啥无去，吼，这实是有够憨啦。啊，那这款代志咱嘛想无啦吼，上天帮助台湾啦。咱实在是吼，感谢天，感谢地啦！你做哩够乱，哎，卖讲咱呢，人喺英国吼，因最近因个总理大臣查某个迄个梅姨吼，人伊妈呢，用五点钟个马拉松个会议来决定讲要脱欧，要脱离欧盟啦。欧盟是袂歹啦，大家共同个迄款吼，钱币啦吼，啊，大家拢无海关。啊，大家使货物流通、人员流通，是咱摕到申根的签证，咱摕到一个国家就等于所有欧盟，咱拢会使免阁签证，讲还是足好对无？省真侪钱，也是真侪浪费。
但是因即马英国的瑞哥想要脱欧，因为因歹甲这欧盟做伙，因有一个英吉利海峡隔伫法国甲英国的中间，啊，因家己有能力独立，因也有能力做贸易，因也有能力甲世界交配，啥都爱入去恁的欧盟，互人白下白手。哦，足侪欧盟无合理的决定，人民的修养等等等，人因歪，咁大一定互恁污染，是无？咦，人一个小小的，卖讲小啦，人一个英国海峡的迄边，英吉利海峡迄边，人都讲安尼，即互咱一个骗到，讲啊，台湾啊，你甲中国有一个台湾海峡，即台湾海峡过咧，你拢免遐休。哦，欧盟欧洲遮大，我英国家己独立。台湾对着迄土，迄中国讲偌大咧，拄偌大，我隔一个台湾海峡，咱家己来独立。咱家己有家己合作，合作啥？咱的经济，咱的贸易，哦，咱的自由，咱的民主。你一个法，一个法，迄个真正摕来，哇，还真正欢喜啊！服贸条例敢再不过呢？无，咱就像英国这个艰苦，再个开会，后盖就要等下国会啦。哦，后一关啦，这个美伊吼，伊就要得到国会的支持，那多数国伊过，啊，伊就使脱离欧盟。哦，你看人都。人都知影讲，也是独立的主体，咱要家己创啥，咱家己人民决定。人民决定啦，唔免互你欧盟。咱台湾嘛同款，咱家己决定，免互中国决定，意思同款吼。所以咱都爱有这个心，知影讲好消息、好代志，全世界拢要行这条好的路吼。啊，当然啦，最近讲到酒驾、饮酒来赛车，发生真多事故，所以。健保署要推动修法，讲取消即款酒驾的人的健保支付，拢爱代位求偿，就是讲你共弄着，啊你家己弄着受伤，迄条钱吼，因为你食酒，这是犯法嘛，所以你来家己负担你的医药费。那会使讲用咱大家人民的钱，互你食酒食爽的，啊然后去弄了，过来啊开咱的健保基金来啊，叫做服药。是家己爱开，吼、哦、啊！最好，这张数嘛赞成。你也知影哦，美国、日本，特别日本，吼、哦，你若啉酒判到15年呢。啊，那美国足侪酒，伊个酒精才0.08趴，都算酒驾。咱台湾0.25以上呢，诶，人是0.08呢，83、24三杯呢，吼、哦，人伊。1/3都已经要依上法办啊，都爱罚，咱即马讲的90,000块就对啦，唔是60,000迄种的哦。你看卖啊，啥都安尼，都是伊害死骨碌家庭嘛，唔是家己，你家要死恁兜代志嘛，你要食酒去跳，塞出悬崖要消死，迄咱嘛无法度啦。但是你是互无辜的别人，为着你的酒驾来牺牲，迄哪会对？哦，所以这将来。要修法判较重嘞，这张叔拢同意。啊，张叔甲大家讲，拜托嘞，你若真正食酒吼，你的车莫驶，来坐计程啊，计程啊，互你转到恁家。阮台中来讲啦，大概未超过250啦。哦，台中你什么餐厅伫倒位啊？转到你的厝，300块以内，啊你袂出，啊你要开迄90,000嘞，够瘾头啊吼、哦，所以这唔满嘞。啊，特别阮那 LKK。65岁以上的人，阮即马坐计程车，拢免钱，你知影无？阮的迄老人卡、老人爱心卡，就会使对内底扣1,000块一个月。阿公阿婆那两个拢65岁，就2,000块，互你开。啊，厝内底闹死的，4,000块，你外口坐，对无？所以这吼、哦，爱晓想啦吼，这我赞成。哦，即款食酒的这吼、哦，咱袂使甲同情。所以意思讲，唔是袂使食啦，张叔唔是甲你讲拢袂使食，应收啥食送，送就送，咱就家坐计程车来转嘛，吼。啊好，卢秀燕，即马伫台中乱甲叫，迄个侯友宜也来啦，啊叫，迄个说韩国瑜也来啦，哦，3个人伫遐咧合作合体啦，讲安就使发竞票啦，竞到外关都外关吼。哎、哦，恁家拢看到讲，哎、欸。韩国瑜啊，啊你若来到台中，无你嘛来看阮的花博，哦，阮花的展览会即嘛世界级的呢，足水啊！你敢来一撮，佫走阵无彩呢吼。
大家听讲，你也使叫伊来，那袂使人连迄个做柯文哲嘛来看，好个你也使叫伊袂使来看，来啊！哦，罗清德嘛来啊，陈菊嘛来啊，谁会使免来？大家拢会使来，台中就是要互你看，这就是气势，互你看到台中即摆建设，别项莫讲啦，干那即个上新的发布，都气势关家吼，超过120万票，迄假了。解出来哦，吼！大家目睭轻轻看看有影无影。啊，美国副总统吼，真趣味哦。美国人吼，伊毋是食饱用用咧。因为总统川普，副总统伊个名做彭斯啦 ，Pence， 伊放掉北京政府，你若无全面改变你个经济、你个军事甲政治个行为哦，行为了了，阮美国要全面对中国宣战。不是要拍枪子，叫做冷战。冷战就是用贸易法、经济法，吼啊，这款外交法，你要甲你抵制啦。这是真大个代志哦。咱拍枪子吼，等到较细呢，炸弹炸炸的，伊拉克嘛会投降。吼、哦，中国啦，听讲，那照美国的军事，大概一礼拜，伊就军事就崩盘。哦，这美国迄款太恐怖的武器。敢那伫空中，甲你放迄个微波吼，迄款震波，你的雷达都拢害了了。啊，然后看一台拍一台，看两台拍两台，迄是准甲袂晓讲的准。哦，所以即款的唔免叫美国动脚动手，敢来用经济、军事、政治的贸易制裁，或者冷战，咱就会使看戏啊，徛悬山看马相踏。哦，所以希望。中国，恁爱较有一个民主素养，你也定来要欺负台湾吼，啊，要甲台湾影响选举吼，连美国副总统彭斯哦，都出来替咱讲话啊，你看卖啊，哦，所以真好啦，啊，因为迄个军舰最近选举前都已经发动啊，已经对咱西太平洋进行哦，赛过，顶届赛过，中国惊啊，连一个屁都唔敢放咧。你看我看这西哦，吼，普罗斯拢讲到安尼，规水全破，正经美国的舰队安尼经过，甲你点点点啦吼，所以没有 LP， 咱大家拢在在地的吼。啊，咱看到今年吼，英国的牛津词典上赞的迄字啥哩啦？上赞迄字就是 toxic， 毒素，有毒。你看这有毒无？做假新闻，做有毒的。在发条，拢来欺负台湾，歹势啦吼！当然无咧甲你信吼。当然，即摆干呐爱啥爱甲身体顾好哦，来甲只中国甲拼。所以咱大家爱甲身体顾好，千万袂使甲身体顾歹。当然，医药要紧，保健嘛要紧。所以林明正、明正兄，因所代理的张叔甲咱推荐，因为伊若赚一寡钱，就是咧加护咱的民主运动啊。即款呢，有比啥搁较好哦。所以咱免客气，来甲好好支持。用明正兄一部分的气力，甲咱完成建国啊、正名啊、制宪，一个要紧的台湾人爱行的路。今仔日台湾心情，甲大家分享到这，多谢你的收听甲收看，再会。